来看这政治方面消息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要选总统，讲要找侯友宜甲郭文鼎林嘉宾讲在下的整合。啊，昨暗郭台铭和郭文鼎伫同一个所在有小拄着，两人爱相处无到三十秒，落尾这郭文鼎讲一句，卡个联络越头就走。啊，这侯友宜电影嘛，可能讲今仔要含这郭台铭相约诶，这一项消息。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鼎含都宣布要选总统的郭台铭，而到暗时是喊咧工厂走脱，主办单位大新准备的饮料就放伫个桌仔顶，但是两个人约要啉咖啡，讲整合的时机是干那还未到。短短讲无三十秒，郭文鼎就赶要离开。郭台铭阁讲，郭文鼎讲啥物，伊是无听清楚，就家己将两杯奶茶拢啉好呾。他讲话你们没听到？没有，太吵了。我也没听到，是我自己要喝的。我这杯要喝完再喝下一杯。我冻算，不要。你看我都不会流汗。喝咖啡心寒的吗？其实郭文鼎和郭台铭同款，暗时七点就到现场，但是郭台铭先上台第数二十几分，郭文鼎是选伫个舞台后壁徛咧等，互动是有够冷。不过事后郭台铭伫个面书发文讲，听到郭文鼎讲疫情期间的防疫计程车是感觉真佩服，强调讲互相欣赏、互相鼓励，都是团结的基础。佮讲希望有机会会当佮和郭主席做伙来啉奶茶、参详国事。原本是传出郭台铭好友二三十要见面，但是好电影对顶悬到下骹拢好人，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阁逼讲，家己进前已经含郭台铭见面，对方同款坚持要过去哩，好落来，无予因谈判的空间。市长邱毅认为说，让韩国瑜来整合在野三年是合适吗？郭台铭坚持，坚持大三十早起，侯友宜继续走市政的行程，无要回应政治的问题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无行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